我们采用了问天舱和天河舱两舱切换跟踪的模式，每个舱都可以下传同样的摄像机包括话音，通过两舱的它的话音级联包括它的图像下传来确保整个的图像话音流畅。两舱接力过程中，为了保障授课效果，我们也是精心设计在结合授课脚本进行图像话音切换。一颗天链中继卫星跟踪我们的问天实验舱，另外一颗中继卫星跟踪天河核心舱，然后这两个跟踪弧段是有交叠的。首先是就是问天实验舱进行图像化验的下传，然后在中间两个新的搭接弧段的话，我们择机进行图像化验的切换。在设备层面呢，我们图像和话音传输呢都采用了这个主备份的这个实时方案，在链路传输上也采用了这个专线和连通线路的双备份方式。此外呢，还采用这个央视的光端机作为第三路由，进一步提高图像话音质量和传输的可靠性。